我要邀请我们即将离职的侨教中心孙主任上台给我们讲几句话。哦，他还在写稿子，他不用写稿子，他是没有。然后侨教中心的孙离职的主任讲完话之后，我将请他来介绍一下我们即将到雅城来服务的副主任，接着就请我们副主任给我们讲几句话。现在，请你稍微停下你的筷子，可以借用你的双手来欢迎我们的孙主任给我们讲几句话。来，掌声，掌声。谢谢 Peter。我们这个这次送旧迎新的召集人，我们的王德博士，还有我们的祥瑞兄，那以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全体侨务荣誉职人员，以及我们社团的负责人，还有另外我们远道而来汤斯比欧我们这位好朋友，以及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球友以及好朋友，非常谢谢你们今天能够百忙之中冒着这个低温来欢送跟迎新，我个人感到非常的这个感动，那非常谢谢大家，非常谢谢。那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的桌数都没有这么多，而且你们知道结了婚之后啊，就好像遇到那个金融风暴一样，身价一直往下掉，今天算是我的第二春啊。谢谢大家带给我这么好的回忆这样。那前两天在元旦升起的时候，我们王者博士说帮我准备一首歌叫做悲伤留给自己，但是讲完之后啊，我们这个李本泉侨务咨询委员马上跑过来跟我讲，你不能唱这首歌，你要唱用心良苦。结果我们这个黄委员呢，远从欧洲啊，特别打电话告诉我，你不要听他们的，你应该要唱童安格的那首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结果呢，除了他们三位以外，当然还有一个乔林啊，但是他今天没来，是我们这边的大乔林。他也透过人跟我讲，不要听他们这几个的，他就叫我唱什么呢？唱同安不是同安阁的，这个是谁的？这个是黄鼎远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呢？结果呢，我回去呀、就跟我们同事、我们的这个尹浪，还有我们 Angela 讲，说侨界领袖跟我推荐这些歌。他说：“主任，你只听外面的，也不想想我们的想法。”他说：“你应该唱什么呢？相见不如怀念啊。”那结果呢？结果我们这个吕志全委员也看不下去了，他说呢，都不要管他们，你就是唱伤心酒店，酒店打烊关门就走人了、结果我想来想去哦，我最后选择了一首歌，叫做《千纸鹤》。那我是希望能够啊，折一千对的纸鹤啊，能希望能够化解啊过去以往我们在侨社的一千个心结，那也愿我们侨社呢能够祥和平静，那稳定的发展，那也愿我们在座的与会嘉宾呢能够身体长保健康，然后阖家平安，那也更期待啊我们亚特兰大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跟侨教中心在未来呢能够在政务跟侨务能够推展得非常的顺利成功。那当然我也祝福啊我们在座的那个还单身的像沙特旺啊，还有我们侨教中心的新主任啊，就最后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我是他们两个先头，我是说祝福单身的单身贵族。但是呢这个
记录比较差的哈、哦，就不列入祝福的范围里面。有超过，不，那个可怡小姐例外。啊，没事没事没事。没有，这个是。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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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非常谢谢。那当然，我这个还是要言归正传。我记得我刚在处长刚到亚特兰大来服务，大概三年多前，我们第一次的会议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我们的驻外工作呢，一定要兼顾三项：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家庭，第三个是健康，要能够 balance，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员工。那我个人在健康这一部分呢，我是要非常谢谢我们亚特兰大地区，尤其是我们医师工会的这些医师们，那特别是我们的何志达何医师，还有我们的那个陈英伟陈医师，还有我们的张世杰张医师，还有张宏安医师，这个在我个人服务期间，对我及我的家庭以及我们同事照顾的身体健康的照顾，我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谢，让我们真的是无后顾之忧。另外呢，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球友，不管是我们美东南高球协会的，还是那个队伍名称很怂的那个水晶队，还有当然还有就是我的那个羽毛球的一些朋友，还有桌球的朋友，当然呢还有我们的网球的朋友，那我非常谢谢你们，带给我很多很光荣的回忆。那当然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太极拳，特别我要谢谢沈耀珍沈老师，这个几乎是每周啊拨个时间来指导我太极拳，所以我太极拳打得还普通。哎，那另外还有我们的那个赖电子，那特别是我们的陈新柱，我们的陈教授，帮我们带了一批国际标准舞，那跳得非常好，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陈教授。那但我从中间也获利很多，所以在健康这一部分呢，说实在的，我是满载而归，非常的开心这样。那另外呢，在家庭这一部分啊，这是我所有三项里面哦，应该属于不及格的部分。这个太太呢，跟小孩子经常是深居简出，那甚至呢是这个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啊，然后还略带有点忧郁，所以这个回去之后呢，恐怕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去弥补家庭这一部的一个缺失。那我记得有一次，我陪我太太去走小山洞，这个 Park Street 的，刚好遇到我们这个李雅欣跟黄美美委员在苦练，他们两个呢几乎每个礼拜都去苦练，我好久才去打一次就碰到他们。他说啊，哎呀，这个孙主任你怎么叫你太太来当球童，还帮你捡球，还帮你拉旗杆？我说喂，你误会了，我太太是寸步难行啊，我今天特别陪她出来走小山洞啊，不是我要引咎打小山洞这样。所以这个是在我家庭这部分。那另外呢，我要谈到这个工作这一部分。那工作这一部分，我首先要非常谢谢我们戴处长。戴处长在这三年当中，我可以讲说，是我个人这个旅外工作期间，算是最照顾我的长官，然后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尊重客气，然后呢也不给我们太多的压力，而且我觉得戴处长有很多值得我们公务人员学习的地方，他非常的平和稳定，那很多事情他不会卖力演出，但是绩效非常卓著。那我们是经常是卖力演出，但是状况不是往往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个是我要跟戴处长学习的地方。我非常谢谢处长这三年来对我个人的一个指导。那当然还有我们的副处长，还有我们经济组的王组长，也都是对我有个人很多的
这个指导，还有提携那帮忙，那当然还有我们办事处很多的同事，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当然也 不例外，就是我们侨教中心两个小姐，我们 Angela 跟我们雨棒，事实上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员工，也经常呢，谢谢。这个我说实在的哈，我这里可能要帮我们 Angela 稍微澄清一下，我们抱歉呢，我可能要讲一点隐私啦，不然这个有时候可能会误解，要不要讲一点隐私？我们 Angela 的那个有一个耳朵哈，它是稍微比较没办法听得很清楚，那所以有时候如果鸡同鸭讲，可能要请大家多多包涵。哎，他也经常就是工作到晚上凌晨1点、12点，经常还送公司给我，所以我也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他跟李邦，李邦是来7个月，非常谢谢你们。那谢谢，非常谢谢。应该不是要叫我下台啦哈。另外呢，在工作里面，我要特别还感谢几个人。那首先，但就是我们航华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李本权委员。还有当然我们的我们黄美美委员，还有我们的叶委员，他们三个在我任内期间跟我们的时间重叠，然后在这里面帮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忙，是外界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尤其是李本权委员。侨教中心今天能够稍微整理一下，事实上李委员帮我是最多忙的一个人，他不管是陪我，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李委员。李委员呢，大大小小的事啊，都是跟我站在一起，陪我去选材料、找厂商，甚至我们的清洁维护Amigo 也来帮我们找。所以呢，大大小小事，如果说没有李本权委员，事实上我们侨教中心很难有做清洁上这方面的改善，也没办法提供比较好的硬体设备来服务大家。那我们的黄委员呢，跟李雅欣啊，是算是我们7-7事变里面啊第一个开枪的，先捐了3000万美金更新我们的地板，才有后来陆陆续续有很多侨界领袖来帮助我们整修我们的环境，最后呢侨委会也拨了大概有12万多美金来改善我们的大礼堂的地板，还有我们的外墙的维修，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冷气，那等等这些，就是后来有这样的一个演变，所以我要特别谢谢这个李委员。那另外呢，我还要谢谢另外一个航华的朋友，就是吕志全委员，他是大佬，我们侨社的大佬，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我的老大。他真的是待人处事是真的是值得我学习，他名利看得非常淡，我相信大家比我更有心得，所以呢他站出来办理这个台湾美食园游会，他就讲一句话，不够的钱都由我出，所以啊他这种气魄啊，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钦佩。那当然他这个圆融处事还有包容这个部分，也是我要好好学习的地方。那我非常怀念他，但是我对他唯一有一点最不满意的地方呢，就是在我旅亚特兰大期间4年呐、啊，高尔夫球呢，我曾经打输过他一场，哎，所以这一点是我对他最不满意的。所以我现在郑重邀请他呢，明年呐、啊，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回台湾打，我打算再跟他挑战一次。所以这个部分，另外呢，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今年呢，我要也特别谢谢荣光会陆福泰会长，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今年的70周年的抗日的一个系列的活动，完全是他一个人在后面带领着我们荣光会的理事来规划，那这一点也很顺利的把它完成。
人，还有我们的元旦的升旗，还有我们的国庆，那这些东西我都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傅台兄。傅台兄是一个非常 organized 的一个人，他呢大概在两个月前呢、啊、就是跟我通知了他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听了都非常感动，而且真的是值得我学习的一个榜样，非常有条不紊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傅台兄非常谢谢您，谢谢你这几年来对我的帮助，非常谢谢。另外我实在我没办法一一列举在座的社团的负责人、中文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我们佳琪、我们的侨教中心的文化志工的团长，帮我们做了很多国民外交的工作，这是我们社团比较不知道的地方，我非常非常感谢，非常非常感谢。那也要特别谢谢我们 Huntsville 我这个好朋友，我们 Susan 还有我们陈会长，看我是真的非常感动，每次到 Huntsville 跟他们结缘，大家真的都是依依不舍。尤其 Susan 做的非常好的 cheesecake， 我每次都要带回家，哇，吃在嘴里，甜在心里，非常非常感谢。还有我们陈志渊陈会长，是我们Huntsville 有最会跳舞的一对夫妇，跳的是我们这个美国的国际交谊舞，未来可以跟我们陈新柱教授啊互相切磋一下。谢谢你们来，谢谢，我非常感动，谢谢。那最后呢，我在想就是说，相逢自是有缘。侨教中心呢 ，always 与客为尊呐、啊、，always 都以大家为尊，希望能够做好服务。那我想说，在最后啊，我想说有一首词啦，有一首诗，那我觉得还不错。那 maybe 它没有很完全能够很贴切。那这是个随缘记，这个随缘记是一个佛教所产的一个随缘记。那我简单给他朗诵一下，但是我是取其中的含义而已。那可能如果有一些可能不同的解读，希望不要过度解读这样子。它里面提到就是说，缘生缘灭，缘灭万般皆缘，有缘无缘一切随缘，善缘恶缘，缘缘皆缘，都是圆满的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所以我非常谢谢大家，谢谢，期待再相会，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一定，我是不是先举杯？谢谢大家，尽量喝，好不好？谢谢，谢谢。干杯！干杯！大特旺，你真的太满了啦，太满了。那个最后呢，我就想说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新的主任傅锦麟。那傅主任呢，他在2002年这个。